拜我们去看球好了。好，看完球我们看干嘛？好好。呸！我吃糖，我吃糖。哎、欸，这些不好哎、欸，三嘞，哇、哦，搞什么？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第一小队。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是小小小胖特 B。我们会想要做这个活动的动机，就是我们在路上观察到有很多人都会随地吐痰。然后这样做不但会影响环境的美观，让别人看了也会觉得很恶心。然后我们做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要宣传吐痰有碍观瞻，会让人家觉得很不好的印象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先向家里有这个习惯的人宣传。那在未来我们会拟定计划到街头去发放宣传单跟大家宣传。然后我们也会把对象扩大到同学之间。然后有要执行这个任务的就是我们这些人，然后是我们在要在路上取得路人100个签名支持我们的活动，然后我们会自己绘画宣传单在路上发放，然后时间是2016年2月27号下午2点到4点，地方在台南市中西区国华街商圈那边，然后我们会带自己的宣传单，还有签名的板子。好，一二三，谢谢大家。随地乱吐痰的行为，也能维持环境的整洁。对于这次的活动，我感觉很有意义。谢谢大家。这次活动虽然我们没有把全部的传单发出去，但是我们同时也获得了100人的签名。希望获得我们传单的这些人，可以告诉身边更多的朋友，让这个地球变得更美好。谢谢大家。